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打把猴，他给我整个猴出来，我是没想到的。 等个九秒，你是真不怕死，你还真敢应我呀，老猴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其实我本来想玩个王八伺候伺候他，但是对面有个莫干辣，就算了吧。 再清一波吧，正好清完抽个吸血回家，晕了走。现在该我了。差不多了，回家了。 位置挺好。严阵以待。先来个小吸血。就在昨天，我又回顾了一下这个以前的猴，没改版之前的猴，我看现在没改版之前的猴是真拉。 已经不能用垃圾来形容了，就是弱到爆炸。这波先把螳螂杀了，开个翼晕住，锤，锤，掉下来锤，锤，锤，开翼重锤晕住。 我得回线上了，顺便把这蟹清了吧，把这个蟹让它到左边，往它右边站，让蟹往左边走啊。然后我们正好收完以后能回线上，舒舒服服。对面的炮车走了一波位，把我近战小兵给我整死一个。 我是真是没想到，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五级、三级，嘿，猴，老猴。 老猴，五级打三级，我重锤。这波直接开E上去，跳下来晕锤。啊？为啥他没死啊？哎呦我操，这为啥没死啊？ 我 A 出来那一下为啥他没死啊？我平 A 出来了吧？我记得我是 A 出来了吧？刚才我没有取消平 A， 我那下 A 出来了呀！哎呀，这就有点烦了。吃个药。 跳上来，你往哪走？
一技能晕住锤重锤重锤，这猴是真他娘的不怕死，你跟我打什么玩意儿呢？你有毛病是不是？你他妈两管血搁塔下，刚才还敢异我，我是属实都没想到。头是真铁，你喜欢头铁是吧？行啊，我要你头铁，你五级。来头铁了，头铁，我让你他妈头铁，我让你吃馅儿。我看你上哪吃这个馅儿。buff 没了，不要了，没就没了呗。这有什么亏的呢？亏啥呀？他经验没吃着，我们俩对换了，有啥好亏的呀？看招！直接开大开吧，下波我看你怎么办啊。控线不控，去我们家蓝看一眼，看一眼我们家蓝 buff 啊，我自己要了。哎呦，螳螂，这不行，两个人就不行了。没想到吧？让他在那打猴，在我们左边啊，让猴吃不着经验，就在这里跟他们耗啊。嗯，让猴吃不着经验，正好兵线一直能控到我这里。这螳螂不知道在没在呀？我们就赌他没在啊。大呢？哎呀，他有闪，这人就一直待在这里。哎呦天，待了好久。把他们也算上。下边他可能有点盐，我们的血量啊，好像不太够。
下波我看你没有点盐了，你怎么办啊？我也不推了，我就放在这里锤吧。来，我看你能锤到什么时候跟我啊，咱俩就锤，我也不推着塔了，反正我有破败。现在给我螳螂来了，放你一马。他不敢放 R， 他敢放 R 我就杀他。出一个红宝石，省得有点脆。把蓝打了去，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想着这猴来回跑，可能偷我们家蓝。八级的猴，我马上十一级。严阵以待。铁塔还是我的呀，看看下路几个人啊，四个人，那上路我们可以安心的推了。有没有红？没有红，没有红推线，直接跳上来打一波，还还手是吧？还手，还手，哎，还手，嗯，重锤走，中路怎么回事？没事，我们继续带啊，没有人过来支援他。别提了，他不敢用，没有血了。他有没有点盐？有没有人知道？我估计应该他有。稳一点，这波最好是别死，先去吃口屎，回来再杀他。
直接开大跳他脸啊！还闪现？闪什么？往哪闪？二塔给他拆了，来分他干，没办法，爆发的这么高，来个死亡盾。还有点盐这一波，严阵以待。他把我单杀，你想说啥呀？你想说啥？我杀他七回，他杀我两回，你想说啥？你想说啥？要是我死了就不行。我在这拆二塔呢，我不是为了拆这二塔我会死。你想证明什么呢？你证明这猴厉害啊，那你去看他直播去，你来看我干啥呀？出招吧。再见。哎呦，泰拉斯过来，他没有R了。先撤了啊，这卡特有点狂，这不行，这走不了，在这蹲着。我把你真的假的全给你敲死。好，来跟我打。个死亡之舞，严阵以待。再来个蟹手就可以了。其实我直播状态不好，我今天状态不太好。我虽然没咋骂人吧，但我现在肚里有火，我怎么办？我就这个地方，胃这个地方憋一口气。哎呀，天哪！
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出招吧！感觉有点要憋死了。好难受，明白生气的感觉不？把他们也算上。沉默干辣巨人给我跳一下子，变形！这莫甘拉居然有沙漏，我真没想到。再来一枪！哎呦我的女警，四枪全吃，可以。咱可没说啥呀。我就一早上一开始就开始，有的人就开始刷那个赛博朋克那游戏，就很烦，你知道吧？就一直在刷，我寻思你说，俺们就即使玩儿，也不可能一早上就开始玩啊，对不对？那你有什么好刷的？能玩就给你就会玩的呀。我又回来了，搞得我都不想玩了。你又不是没看过直播，有的人你也知道俺们什么时候玩其他的游戏，对不对？一早上来就开始刷。基本上我们玩那些其他的游戏都是在下午或者是晚上，哪有早上就开始玩的。看着，先把水晶瓶卖了。这个有啥好生气的？我也不知道有啥好生气的，但你说这生理反应啊，我也不知道有啥好生气的，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，这怎么的呢？这莫干辣完了，我崩针死了，怎么死光了呢兄弟们？怎么死光了呢？这莫甘辣有点讨厌啊。凯隐给我收，给我收凯隐。完了，打死一个，凑合地儿吧，不算太赚。但我并没有表现得很生气，对不对？你需要正能量，不要负面猴。我没有生气啊，我可没跟你说我在这儿骂人又咋咋地的啊，我可没给你传播负能量。你看这种弹幕就很烦人，就很讨厌。咱也没干啥，说我负能量，你看讨厌没？干一波来，我直接跳眼了，跳眼儿。
直接跳卡特啊，重锤有个猴，他们这拉扯的比较到位啊。卡特确实行，把他卡特弹死，不行，进不了了。走，我们可以大龙，往大龙走。13级、15级，有点危险。哎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对面没有视野，对面是没视野的，这波可以打，这龙应该能拿得下来。好了，回家了，拿完我们出血手。哦，真的，我就这肚子里就有一股气，哎呀，就放不出去，就哎呀，好烦，真的好烦，我感觉我容易被憋疯。你个劲，你要啥红啊？我武器大师不比你攻速快呀？我算知道有些人这抑郁症到底是怎么得的，他也控制不了。非得把你这个春哥给你打掉，你就舒服了，啊！先把这螳螂给我收了，我能走，没事。他妈干啦，回回整个小破沙漏，我给你挡一下子。哎，有蓝 buff， 打个蓝去。没想到，嘿嘿，没想到，哎呦，又没想到，哎呦，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我屏蔽15级以下弹幕，完全看不到节奏，完全不知道猴哥为啥生气，哈哈哈，你别在那哈哈哈。当主播的是我，不是你。看着站高地了啊，嗯，队友得下路，上路两个人，行。哎呦，这莫甘娜伤害有点高啊。莫甘娜居然出了个冰杖，我是没想到的，咱都不用管他，直接开大招硬拆，不用管他。不需要管他，他就是个屁，知道吧？我们就一放他就没了，不用去管他。跳走，我就没明白，你说一个小小的女警为什么敢在我面前放肆呢？没有人管，我可再拆一个高地了啊！
来把这猴先给他杀了。这猴头真硬啊，我操，他是一点也不走，这个猴拍一下他就跑了。哎，他就一滴血他也要放个技能干你，他完全不想着跑。回头捡匕首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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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，哎，你们把他收了，给我吃这口气。上当了呀，兄弟们，这得来个春哥了，把这皮鞋给他换成水银鞋，再来个钢铁合计。别在意那些带小带节奏的小号，没在意，我没在意，我不想在意，我也不想理他们，我也没在意，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一口气憋在我的肚子里，怎么样能把它放出去，我也不想理他。严阵以待，我也不乐意生气，我现在都不知道我气啥，我不知道我整个人在气些什么东西，就整个人就很气愤。焦躁，可能是有点夜了。我把衣服脱了试试。哎呀，你说那些抑郁症啊，你们说那些抑郁症，抑郁症是怎么被判断出来的？这种心理上的疾病是怎么判断出来的？你俩干嘛呀？你俩要杀我呀？你俩挺狠呐、啊、你俩，哎，你哎哎，个老猴杀俺们家队友，杀队友，我操你！有专业的问卷，闪现让你闪一手。守护雅典娜吧，让我跳一下，让我跳一下，让我跳一下，让他们守护雅典娜，守护女神。你大爷，你敢跟我打，我的天哪，就现在我就即使杀人晕走位，走位开了吧兄弟呀，谢谢最好的唐纳德的电音饺子啊，有一个专业的问卷，根据你一个月的行为来判断，不过也不是特别的准确。我抑郁了，兄弟们，我可能得病了。